然后看这里哦，它是五种颜色涂这块区域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那相邻地方不能同色，问你有几种方法？像这一题，麻烦你一般来讲，从相邻面数最多开始涂起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谁相邻面数最多？一，那涂的时候我们尽量连续涂下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说一 A C B 涂，这样跳着涂。跳着涂就很麻烦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你 EAC 的时候涂 B 的时候要讨论这两个一样，涂出时要讨论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尽量环环相扣这些区域的时候，尽量把其他连续涂下来。所以说我们就先从 E 开始，再涂 A， 再涂 B， 再涂 C， 再涂 Z， 这样行不行？环环相扣涂下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我们开始涂了齁。来，老师想请问一下一件事情，开始涂一，一几种选择性？五种选择性，对吧？一涂下去说，再涂 A，A 不要跟谁一样，不要跟 A 不要跟 E 一样，几种选择性？四种选择性。好 ，A 涂下去，这样行不行 ？BA 不要跟这两一样 ，B 有几种选择性？三种选择性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哈。我涂 C 的时候，哎，我涂 C 的时候，我只在乎谁 ，B 和 E， 知道吗？至于 C 有没有跟 A 一样，我不在乎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涂 C 的时候，我只在乎 B 和 E， 对吧？五个颜色扣掉这两个，剩几个？三个。对啊，你 C 很大方啊，你不在乎 A 啊，你只在乎 B 和 E 啊，所以扣掉这两个 C 还有几种？三种。但是对猪来讲，你到底有没有跟 A 一样？你要是 C 跟 A 一样的时候呢，五个颜色才扣掉两个而已，我输了其中选择性三种，这样行不行？你要是 C 跟 A 不一样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对我的输来讲，五个颜色扣掉这三个，我输其中选择性两种，所以你到底一不一样，你要跟我讲清楚来，对吧？行不行？所以说注意听，所以说这是要怎样讨论，对吧？为了谁讨论？为了猪讨论。讨论谁？讨论 A 和 C， 你们两个到底一不一样吗？所以说这时候来讨论第一种状况 ，A、C 同色，或者怎样 A、C 异色。所以说要分成这两种类型讨论，知道吗？讨论 A、C 同色。或是 AC 异色，其实讨论的时候注意听，前半部不重 ，A 几种？五种，E 几种？五种 ，A 不要跟它一样，四种 ，B 不要跟这两个一样，三种，对吧？这时候开始讨论 ，CA 我规定 AC 同色，所以 C 跟 A 一样，一种，对吧？这时候对猪来讲呢，因为 C 跟 A 一样，所以说 A 已经决定了嘛，所以 C 跟 A 一样几种？一种。这时候对我猪来讲，五个颜色用掉两个而已，所以说我猪还有几种？还有三种，行不行？把它搭配起来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另外一种状况呢 ，A、C、E 色一样，五颜色告诉我，一几种？五种。A 不要跟 E 一样，四种。B 扣掉这两个三种，这样行不行 ？C， 我规定你 A 跟 C 跟 A 不一样，是用掉一个了，本身跟 B 一相邻也不能一样，再用掉两个，所以五个颜色用掉这三个之后，告诉我 C 几个？两个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你看猪，对吧？哈，用掉这三个之后，猪剩几个？两个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它搭配起来，这是几？ 180， 然后5是20乘 3,60 乘 4,240， 所以说把它加总起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加总起来总共几种？420种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